欢迎到全能英雄认证班介绍影片。那在这个影片里面呢，我将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认证班所教的内容。好，那第一点呢，我就是 James Liu， 刘根史，就是认证班的种子讲师。好，那所有的学员呢将会学到呢，就是我们整个后制的流程。那所谓的后制的流程呢，也就是录音、音效、音乐以及混音，这四个流程呢是很重要的，每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说呢，那我废话不多说，好，那我将会先介绍，就是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一期学员所录音的实况。好，来，小的在，本王给你的金砖有没有拿去做王冠？不行，断掉。金块，他写成金砖。金砖，我的写成金砖。你那么爱金块，金块，改一下。本王给你的金块，你有没有全部拿去做王冠？你给我老实说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好，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你自己的问题？本王给你的金块，你有没有全部拿？金块，你可能还在想砖。好，对，所以才会金砖。金块，你有没有全部拿去做？金块，你有没有全部拿去做？记得不要分开太多。好，今晚睡觉都梦到。对，一定会的，我一直都会梦到，我所做的案子都会梦到。来哈，加油！小的在。本王给你的金块，你有没有拿全部拿去做王冠？等一下，我喜欢那个金块，我应该喜欢。等一下，我听一下。本王给你的金块，好，记得他没有你哦。好啊，金块后面接，有没有拿去做王冠？好不好？好。本王给你的金块，有没有全部拿去做王冠？好，再来啊。好。本王给你的金块。有没有全部拿去做王冠？你给我老实说。嗨，刚才看完那个录音实况呢，你是觉得很有兴趣。那我现在呢，你看我现在很奇怪，就是为什么带着鸡肋还带这些在外面走动呢？很简单，这个所谓就是出外收音用的 portable，OK， 出外收音用的机器，那个呢？这些呢是比较适合于用在于像说你在收出外收音效，或者是出外收像电视剧场景所用的工具。那一样呢，废话不多说，在我们这认证班所的学员呢，他将会用到这个样子的出外收音的机器来去做一些练习啊。那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期学员所出外收音的实况。那一次，比较后一声嘛。那可以剪掉。不一定录得到，没关系。那可以，那个后面我后面可以剪掉。不一定录得到。嗨，欢迎回来。你刚刚所看到的出外收音实况以及录音实况，是否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后制的流程？那当然啦，当做完这以上你所看到的。之后我们就要拉回到录音室里面去做最后的混音。那何谓最后的混音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会把你们所配好的录音的
素材，然后呢再加上音效，最后再加上音乐，这三个呢把它混成一轨，这就是最后的成品的混音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呢会让你们看一下最后学员所做的成品是像什么样子的。鼻子来啦，胡子要脱啊，脱下巴啊，别动，要人再动脱你屁眼儿，针灸是很神奇的，再一根，来点 music 哦。Poppy Poppy 哟 ，Poppy Poppy Poppy Poppy， 什么味道呢？啊！死我了！死我了！死我了！哇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进光！进光！进光！我先走一步了，快跑！队长，所以大家看完刚才的所有的学员的成品，也不是说所有了，几个学员的成品之后，你会觉得还蛮简单的，真的，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其实不难。好，那非常感谢你们看我的介绍影片。那希望呢我将会有这个荣幸能够教到你们如何去做这个后置流程。